就在这瞬间，花香飞满天，空气像触电，心花怒放的脸，等候着风吹过还来临整个季节，信奉着幸福的语言，直到永远。有些痛，无妨。胸口痛，这里吗？为什么会突然痛呢？是不是你这几天奔波劳累，没有休息好啊？我，你别等我听听。蝶衣本就是女子，你的顾虑已经打消，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？蝶衣与堂堂素有婚约，就算蝶衣不愿履行，也应解除婚约后再。君子有所为，有所不为，这个可为，可为。子安，我们还是去医馆。无碍，兴许这里太闷了，太热了。热，闷。杨子安，你是笨蛋吗？